这个戏班子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呀、啊？你想他还会来吗？我想不会来了吧。但是我们东家出来信说，今天晚上准到。您瞧。我们店里头都通通预备好了。Thank you.
上里人，我是那日本的汉奸，你是山上的树，我是那树上的姑娘，你这之中的人，我是那山上的姑娘。怎么不是这儿吧？又没有人，又没有灯光。喂喂喂，
这是前门，他们军服在这儿等呢，到后边去看看吧。来，到后边去看看。不要忙，慢慢的。您下来吧，快点，别忙啊，等一会儿啊，快点，等一会儿，别忙啊，别管他，快点，慢慢的。喂，你们大家先别忙着下车，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先找客栈住脚再说啊，进去了。哎，好。不要忙，不要忙，我们先问一问再说，你说好不好？借问老先生，此地有什么客店住脚吗？我已经完全预备好了。我们先把行头布景箱子放在这儿。走，老先生，领我们下店去啊！你看看。现在我们走吧，啊，走走走。
到这儿来，大家都是很辛苦的。本来我们的戏在京津一带已经演得很熟了，用不着再排了。可是为了适合本地观众的胃口呢，我们拍一个短的歌剧，名字叫《黄河之恋》。这个戏的故事发生在宋朝靖康年间，就在这儿黄河南岸一个男子爱上了黄河北岸的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名字叫阿宝，他们还没有结婚就遭受很大的国难。 现在这个剧本已经印好了，你们大家看一看。那快请。这戏里的男主角由孙小红军担任，里面有一首歌，是现成的，这儿的人呢也又会唱了，歌谱已经抄好了，现在我们先把这歌练起来吧。 这首歌又不是先编的，况且你素来善于歌唱，怎么今天会这样呢？对于这首歌的声调，我并没有研究过，我想，应该让我自己先静心的练一下。等等，大家回去吧。小红，我知道你已经是很疲倦了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哦，不。 你们先回带房去吧，我还要练歌呢。我带着陪你好了。哦不，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练，你回去吧。
亮，何奈何。请问您老，这儿除了您以外还有别的人吗？没有没有，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。你听。人家说过，这个戏园子常常闹鬼，真有这样事情。哦，你一个人住这儿不害怕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宋丹平，他是从前秋柳居舍的名伶啊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多年了吗？害怕，我已经和他相处十年了。奇怪，奇怪，他好像是在教我们。所以你不要害怕，也许他是有意的在帮助你。心动，余欢可以做郎心不？
我这次成功，承蒙您帮助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。我永远永远忘不了您给我的恩德。不用谢我，谢你自己的努力吧。你不用谢我，谢你自己的努力吧。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人，我是同你一样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。哦，你是宋丹平吗？不错，十年前的名优宋丹平就是我。但是当13年前逃亡在长江一带，为争取自由而牺牲了性命的革命先烈金志坚，也就是宋丹平这一位忠实的革命战士，他并没有死。朋友，年轻的朋友，你是个有热情、有勇气、有希望的青年。我等了整整的10年，到今天才等到了你，我的理想中的你。现在，我要把我自己过去的一切完全告诉你。这就是13年前逃亡在长江一带时候的我。那时候
在那时候，因为环境太危险，所以我就只好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，可是我有胆量，我有一种争取自由的决心，所以我已经是几千个革命青年的领袖了。我的一生也就在那个时候算是我的黄金时代。啊，那么你怎么又叫宋丹平呢？并且我听人家说宋丹平已经死了。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叫我见见你的真面目呢？不，不能。你再听我说吧。过了三年，外面通缉我的风声渐渐的消沉下来了，我就改换了姓名，加入了一个新剧团，来到这儿表演。这就是十年前的我，我曾经在这儿表演过一个革命的世界名剧《热血》。的代价，算是我们的套路，我们的路是一道河里的奔流，三级三级主演三个可是我三年的风手，但三级都是我们的，我们还没人有笑了，黑的快要笑了，说明你是怎么不落把你走经常说有紧要的事情，是不是我秘密进行的革命工作被人发觉了吗？哦，不，不是的，是我们俩人的事情已经给爸爸他们知道了，恐怕会与你不利的。那这完全是汤俊的坏东西，因为他要追求我，就认为你是他的情敌，所以在爸爸的面前拼命的挑拨，说你们演的戏都是骂军阀骂公爵的，说骂军阀骂公爵就是骂他们，也就是骂我爸爸的，并且他还说你是最下等的人物，戏子。好，下等人物，戏子。好吧，
佳妹，只要我能够永远的爱你，我的革命工作不泄露，那我就受一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的。哦，平哥，你的心我是知道的，也正因为这样我才爱你。可是要是你真有了什么危险，我可怎么办呢？霞妹，我现在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的性情，在他发怒的时候，对于他平日有仇恨的人总说他们是革命党。他现在虽然已经不做官了，可是跟一般军阀还是有来往的，所以要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。我亲眼看见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何况是你了。我一想到这个，觉得你真是危险极了。是的，这一点我也想到的，不过为了你，为了爱你，就是牺牲我的性命我也情愿的。哦，霞妹，你知道我是没有一刻能够忘掉你的。亲爱的霞妹，你不要离开我吧，我们两个永远在一块儿。哦，什么人来了？哦，霞妹，你走吧，快走吧。哦，霞妹，你记住，我们两个做决心从这恶势力奋斗，不管死活，我们永远在一块儿，永远在一块儿。走吧，你快走吧。是，我们说实话了。慧平大人的话，我们逮着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的，我们实在没有听见他说什么。
阿妹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先生今天的发怒，实在是为了爱惜你。据我看来，也太委屈了你自己了。你仔细地想一想，你究竟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宋丹平他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跟他讲一句话，都好像失了我们的身份，何况跟他，跟他谈起恋爱来呢？他是什么东西？你拿什么标准来评定他的人格？你自己不想一想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要太欺负人了。你想学恶霸的行为来压迫人吗？我的事更用不着你管。啊，恶霸？怎么你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小美，你也别太受人家的迷惑了，我还不是为了爱护你。他混蛋，你敢拿这种话来侮辱我，你叫恶魔。你以为用我这种手段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？哼，滚出去，这没有你大娘的地方。好在宋先生的身体是很健全的，不过心脏稍微衰弱一点，这是因为他神经受了刺激的缘故。假使最近没有什么变化呢，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好的了。宋先生，不要紧的，请你好好的保养吧。哦，谢谢你。大平，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好，跟那个姓汤的小子法律解决。现在这个破玻璃瓶子的证据好歹在我们这儿保存着。不不，我曾经对小霞说过，只要不妨害我们的事业，那我一切都可以为他牺牲的。我的身体本来是属于他的，也是属于你们大伙儿的呀。谢。
霞，霞妹。钟先生，我是看戏园子的张老头，我是李小姐，李小霞小姐，叫我来探望您的病的，她是多么的惦记您，她叫我以后每天都来探望您，霞，霞妹。没呀，宋大哥，待会儿您看你小妹妹今天更漂亮了。宋哥哥，宋哥哥，宋哥哥。怎么这么晚，医生还不来？来了吗？宋先生，李小姐知道您的病今天完全好了，她高兴的什么似的，她叫我带着鲜花来。还有一封信，他说他明天一定来看您。钟院长，我再也不能忍耐了，我要立刻看见这花，这信。钟先生，请你帮助我解除这脸上、这手上的障碍吧。戴平，你不要着急。钟先生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吧，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干呢。钟先生。我好了之后，我要更努力地干我应当干的事情。我还要更爱护我的小霞。可怜的霞，在这几个月以来，不知道她会变成了什么样了。她一定是很憔悴了。霞妹，我好了呀，我们明天就可以见面了呀。钟先生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请你快点吧。钟先生。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害怕？
回去，带回去，把这封信带回去吧，告诉他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。我是个鬼，我是个野兽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我再也不能和你们见面了。害了他，我本想用死来打断他的想念，哪知道他是这样的痴心。宋先生，您要是不忍心使他受痛苦，那倒有办法。现在他家里只扔下小姐和奶妈两个人在这儿，其余全家都搬走了。这我想您不妨再出面去安慰安慰他。不不不，这就是我的经过，我的悲惨的经过，整整的十年了，我把自己埋在这个坟墓里面，同
死尸一样。每天晚上，我总会看见他，我就不知不觉的要掉下眼泪来了。瞧，他就住在那儿。我虽然看见他，可是我不能去接近他。我在无可奈何之中，就只好用我的歌声去安慰他。每逢凄凉的月夜，他总是站在那儿听的。十年以来，他是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哦，宋先生，既然这样，那您为什么不想一个好的办法？或者是叫人告诉他，说您并没有死，那么他一定不，绝对的不能。假使他知道我没有死，他一定要来看我的。要是他见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，那他还有，你肯不肯帮我一点忙啊？他当然肯的。好，好，我想请你去替我去安慰他一下啊。什么？不要奇怪，你看吧，你看我是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了。我怎么还能够去接近他呢？十年以来，我是没有一天不在希望着遇见一个理想中的朋友。一方面把我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的成功，同时也希望别人能替我做一点我所没有做完的事情。这理想中的朋友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朋友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只要晓得我的声音，我的语调，你同他讲几句话，他也许就会接近我来的。瞧，他还在那儿，他还在那儿等着我的歌声呢。哦，去吧，朋友，你去吧。你就答应了我吧，你就答应了我吧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
你是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世界也不能缺少你的呀。哦，丹平，你为什么不用你明亮亮的眼睛看着我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哦，我时常在那凄凉的晚上听到你那洪亮的歌声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。可是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来了？你忘了我了吗，丹平？哦，他忘了我了。哦，李小姐，你不要怀疑吧，请你把受了重伤的心情重新清楚一下，不要为了一个单凭就这样迷茫消极，毁灭了你的一生，放弃了做人的责任。你这样不能算是真正的认识宋丹平，你也不能算是爱宋丹平了。哦，霞妹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遭人家的破坏吗？现在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去斗争。单凭是失败了，可是你还有你的力量啊。你不是说过吗，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，我们要得到我们的光明，那么
那么你就不应当这样的放弃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全人类上面，不要仅仅的是为了我们自己。但是，我觉得怕呀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，我不能离开你呀。哦，霞妹，不要怕，胆子放大一点。三平是一时一刻都跟随在你旁边的。哦，霞妹，看，天快亮了，光明就要来了。你为着单凭兴奋起来。光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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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明。什么话呀？妈妈，哦，昨天晚上我好像见过宋先生了，但是又好像不是他。哦，他好像跟我说些什么话呀？妈妈，您说他到底有没有死啊？小姐，我多少年没有听见你叫我一声妈妈，你现在好了吗？小姐，你好了吗？哦，你瞧，我的手。昨天晚上我还跟他拉过手的了，我真希望他再来，我还要见见他，我还要见见小姐。假使有一对爱人，在任何方面都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话，你想他会发痴吗？哦，
岂止是发痴呢？假如是我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自杀。欧姐，我们永远的不会分开，我们永远的没有阻碍的。看这个班子的情形，大概是靠不住了。听听看园子老头说呀，他们生意太坏。那么他们欠咱们的电饭钱，咱们赶快找他去要吧，不然他们那个行头箱子是值不了多少钱的。我也想到这一层了，咱们跟账房先生说一声，赶紧的给他们结账吧。这儿观众的心理跟眼光也真难琢磨，只有陆介的戏呢还比较可以卖座，可是他演了不几天又生病了。观众的眼光，观众。好在陆弟的病不要紧的，大概不久就会好了吧。到现在爷爷的收入最多只能维持五天了，您看。现在我们这么决定吧，要是明天陆弟还不能上场，那么我们再继续演三天，要是生意再不好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哎呦，宋爷，哦，宋爷，我们不久就要分别了。不要悲观，朋友。你们剧团的情形我完全知道，所以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一个补救的办法了。补救的办法？是的，朋友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现在是应该我来帮助你们的时候了。侯宋先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以为我在这实验中就仅仅为了女人在这儿苦恼吗？不，绝不。我曾经做过了许多的工作。工作？是的，是的。我写过了许多许多的剧本，真自由谋解放的剧本。我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个热血，这是我十年前的成功作品，我已经把它改编过了，并且加进了新的内容。朋友，好朋友，送给你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们将要得到广大的观众啊。
什么好的月亮，他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啊，平哥，你不要忘了我呀，我是不能离开你的。
姐，您以前一定是做了一场梦啊。哎，我劝你还是想开一点吧。宋爷，您刚刚我看您楼上没有灯光，我以为您不在呢。哦，宋爷，我不知怎么说才好，我真不知怎么样来感谢您，真的，我生平只有您这样一位先生。您给我前途，您给我光明。坐下。在后台同你拥抱的那个姑娘是什么人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忘记告诉您了，她是我的爱人陆蝶，她是我的爱人，她很聪明，她很漂亮，她是一个很有钱。我知道。我知道，小可怜的小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。朋友，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。霞妹，你为我受苦，你为我失去了光明，我想安慰你，我想使你快活，所以我找了一位比我更有希望的青年来陪你。但是现在我是完全失败了。宋爷，不怪你，朋友，只怪我自己太鲁莽。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，祝你们的成功吧。再见。可是宋爷，再见。可是宋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？不知道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永远的将来。永远的将来，永远的将来。
小姐，您这陆蝶上哪里去了？哦，你问你的爱人陆蝶小姐吗？您还不知道，这儿的大嫡主汤君汤大爷喜欢她，把她叫去了。哼，您真有面子。汤先生，请你原谅，尊重一点我们人格吧。汤先生，我这一次的来是打算说明白我的意思，请你不要误会，以后不要再这样的对待我吧。哼，笑话，尊重人格，难道是我汤大爷看中了你还不尊重你的人格吗？哦，姑娘，你也别太傻了，我虽然是爱慕你，可是我一半也还是因为可怜你。你跟着这些走江湖的东飘西荡，没有一个归属，多么可怜呢？倒不是跟着我，终身有靠呢。谢谢你，汤先生，我已经有靠了。啊，你靠谁？我靠我那以心结、精神建筑成功的艺术。啊？艺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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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知道我去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去的原因，实在是因为他们所派的人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去的。如果我坚决地拒绝他，不见他，他们说汤俊会用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你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他们早已知道了，所以我去见他，这还不是完全为了你吗？况且我现在还是一身清白，那汤俊反而给我教训了一顿，你为什么又？谁相信你的骗人的话？你根本没有变白的可能的。小欧啊，你臭贱女，你以为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做你的玩具吗？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快点给我滚出去！哼，好厉害！你大爷因为可怜你，所以才跟你接近。你倒反而打起架子来了，今天要你知道你汤大爷的厉害。来吧来吧，一切的酷刑都来吧，一个大众的敌人呢，看谁的末日就要到，看谁的末日就要到。
姓汤的，有了几个臭钱你就无所不为，十年来被你压制了蹂躏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人家都不知道吗？你用卑鄙的手段害死了李潇霞，又害死了宋丹平，你这狗狗狗东西。
俊同志，他是革命党吗？啊，革命党吗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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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男的，他不是丫鬟呀！请诸位静一静，不要伤害他，我有话说。孙先生，孙先生，你要明白，宋先生要你帮助他的。不是为了他的个人，是要你完成他的心愿的。李小姐，我把一件事情完全告诉你吧。我不是宋丹平，我叫孙小欧。啊？什么？宋先生本来没有死，可是他被那汤俊害的，简直不像人样子了。他怕你看见害怕，所以叫人家告诉你说他是死了，想不到又把你急病了。自从他跟我做了好朋友之后，他就托我替他来安慰您。上次和小姐见面的，实在就是我。这都是宋先生希望您恢复精神的一片苦心。他现在被汤俊打死了，同时军法方面也发现他是革命党，现在这下是绝对活不成了。Thank you.
林小姐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同时丹平的牺牲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，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去奋斗，打破这黑暗的势力，为大众来争取自由，完成丹平一生未了的志愿。